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本期视频呢是 AWS CloudFront 课程的第五期。本期的主题呢，大家请看我的标题，非常的简单：EC2 分发。 咱们上期呢，在后端的数据源采用的是 S 三的存储桶。今天呢，咱们后端的数据源采用标准的 E C two 服务器进行分发。该怎么做？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，让咱们马上开始哦。好的，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，只有一个：使用 c r o w d Front 加 E C two 的分发方式进行网站的搭建。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。 按照惯例，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。大家请看这张图。咱们今天呢，首先先建一台 EC2，并且呢具备公网 IP。然后呢，咱们建一个 c r o w d f r o n t 的分发，让它指向后端的 EC2，并且呢，让所有的客户端通过边缘节点等等呢，进行分发 EC2 里面的应用程序的资源。 当然，咱们 EC2 当中有静态网页，也有动态服务器端渲染的应用程序。今天呢，咱们都会看到。该怎么做呢？今天有四个工作要做。首先，咱们使用 c r o w d f o r m a t i o n 的技术呢，快速建立一台 EC2，并且呢，设置好初始环境。 然后呢，咱们为 EC2 安装 Web 用程序。本次呢，采用的是 Next.js 框架进行搭建。接下来，咱们呢建立 c r o w d f r o n t 的 EC2 的分发。最后呢，做动作确认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，小满呢就给您演示这四个步骤哦。